年了，然后今天我现在我在机场在等飞机去那个三亚，我要去学潜水，因为有一个活动我要潜水，然后种那个珊瑚，对，特别兴奋，特别激动，因为我也说实话也不会潜水，而且呢我听说那个珊瑚特别敏感，然后我真的想体验一下，就是这次是对环境特别好的一个活动，然后就很激动。三亚见。到了，现在在等行李，因为一会儿我们又上岛，又上岛了，很就是回忆。然后一会儿我们又上船，坐船过去。现在等一会儿。现在风很大，因为在海边，马上上船了，然后现在风很大，对不起，可能会有点丑。就马上去呗。哇，到了，到岛上了，人特别多，然后这边那边就是那个潜水，哇，很兴奋吧。然后这边有个羊驼，三只羊驼。很不错，球球了，啥都有。你看那个鸟 ，Oh my god， 你是我的 baby， 很像回家，真的。就是虽然这边的天气、空气比较凉快一些，但是呢，树呀什么什么都很像泰国。我刚刚看到了一个树，我很兴奋。虽然我就是在生活上看到了大概1000次。但是刚刚也在看到了，然后就很兴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现在呢特别饿，但是呢现在我们就走到了海边，因为有很多很多能吃能买，然后就吃，直接吃，就是那种小吃的。我拿到了一个东西，刚刚我们不是走过来吃东西吗，结果啥都关了，只剩了这个。Tomorrow， 嘟嘟 ，Day two， 不是 Day one， 因为今天其实就算第一天开始学习。然后刚刚吃完了早餐，我们出去看一看风景。嘟嘟，8:50，然后就出发去上课。上午是上课那种梳理的课，但是下午的时候是要去潜水的。好了，现在我出门了，然后就有一点兴奋，因为真的不知道会学什么，然后真的不知道会遇到什么，会听得懂吗？会看得懂吗？所以呢，今天是第一节课，特别有感觉。走，这三个小时。它是三个小时，一共是5个单元，每个单元呢都有大概20道题，在这些做完之后呢，还会有个期末考试，期末考试是5道题，每题2分，满有及格分是76分，满分100分。又是谁不合格？以前，目前没有，给你点压力就是我教了，我是第一个，教了这么多明星真的没有，我是第一个。3 hours later， 现在我换完衣服了，现在就去游泳池体验一下真的潜水会怎么样。走。所以你拿到体检单就要去检查它的外观，你检查这三个部件是否工作正常，最重要还是去检查一下里面的空气是不是为好的。
那怎么知道什么叫污染空间？那我们就要去，就我们就觉得就行了。我们打开，对，我们打开一点点呢，这时候呢，往你自己身上去扇。那是什么味道？是它是无色无味的，应该闻了不难受，肯定不会难受。先装这个，肯定对。装着放这儿，然后呢？这个。因为它有可能会斜着，就不能进去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整个设备我们已经组装完毕了，对吗？一点，然后打开空气，我们听到这头不断在漏气，松手就可以了。试一下。好，这头松开，对，完全打开，全部打开，一直往回拧。对，没关系，一直往回拧。那怎么知道这是往回拧？拧到底。OK， 拧到底之后。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前面要做相互检查，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去测试各项功能是否正常了。首先，主呼吸器，我们叫点排空气。哎，我的那个呢？要装？我等下给你装新的，帮我拿几个咬嘴呗。对 ，OK， 那现在是主呼吸器没有问题，对吧？来，拿到你的这个空气，按吗？按吗？对，看我站一下，然后我们就飞。啊，检查这个。等一下，开完我检查这个，检查这个，你说这个呢？也要充气，按这个，对，充气。好，很棒。OK， 那你的所有装备也制作完毕了，不错。然后这个检查是过，检查整个你都不要被压。对。啊！现在就下去。来吧，转身，转身下。你甚至都可以趴在上面去压一下它，看它会不会。那再冲一点。那就再冲一点。好的。我要给你装上。可以吗？什么味儿的？没味儿，因为鼻子没有了，是吗？就闻不到了。我们之前经常跟学生开玩笑说，你尝一尝，有可能是草莓味。电A不去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要开始做的第一个步骤，主体呼吸了，脚的呼吸。如果没下水不够呢？不是 ，OK， 上升，好吧。这个不是上去吗？对，上升。对，不舒服，不舒服。好的，往下之后呢，我们单膝跪地开始上，然后我们蹲在这里，我们再试一下这个。好，充饱气之后，慢慢的先可以往后躺，看自己能不能飘起来。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对，说明那就说明什么？说明这套装备呢，它可以提供你身体的这个正能量，对，然后现在你是完全的正负离子，对吧？对。OK， 好，现在完全可以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下下潜的五个步骤啊，下潜五个步骤手势。下，首先第一步 ，OK 吗 ？OK，OK。OK OK， 然后第二步是什么来着？我们在哪个位置下潜？看一下方向，然后第三步，呼吸管换吸气。那刚刚我们呼吸管拆掉，我们直接去咬呼吸器，咬到你的呼吸器。好，第咬上。第四步，查看你的压力表，如果压力表，再次确认一下你的压力表。OK， 然后第五步，比出下潜手势，抬气，下潜就可以了。当然，这是下潜，因为在水下我们还要洗手，上升，上升。第一个 ，OK。第二步，查看你的压力表或你的电脑表，看看怎么样。第三步，高举单膝滑，并且手放在抬起方向，点正往上看。记住，你的右手要举手。对，要举起来，因为
手可以帮助你挡住，万一上面有其他的异物有异物在上面，会挡住它，不会直接撞到你的臀部。然后第五步，到达水面之后，给呼吸力撑起，建立正骨。OK， OK， 好，那我们准备下一下臀部。第一步，我不说话了啊。如果紧张的话会死掉，所以我就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使用备用气源啊，备用。落地上篮，去深水区做两次入水，结束。入水，对，没有问题，老公。再往后坐一点，不要急。对，好，那我坐一下。就你的腿要跟住哈。好 ，OK， 那好。可以吗？对，可以。运动好的时候，然后我的东西肯定要做，就是吃的。叮叮叮，哒哒，又来了一个，嘿嘿嘿，不开心，有东西吃，可以好好做东西。他走的时候很像会攻击我，就像真实吗？不像鸟，他的脖子很伸。好像狗啊，这个叫什么鸟？鹦鹉。鹦鹉。那个彩票叫什么雀雀，哪一种雀？好热量啊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不是有谁放哦，是我们放。我们放了一个，我们放了印度话。Can't wait to see the sun, my dream come true for us.